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两位又来了，万年不变的剪刀手。然后今天是放假第一天，是不是都出去玩去了？我也是走亲访友，看看闺蜜去。今天给大家录期视频，录个特别特别特别有意义的视频。啥视频呢？如果你特别爱肩颈痛，如果是特别爱腰痛的情况下，屁股痛的情况下，一定看完这个视频啊！我有教一个大家一个小妙招，真的特别特别缓解一个问题。我作为一个中国好闺蜜，自称的中国好闺蜜啊，还有谁封的呢？全世界哎呦，最出名的自封的中国妇女之友的我，也是自封的，给大家推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妙招，可以缓解自己腰痛啊？当代人因为老久坐嘛，腰痛吧，颈椎痛，尤其这个关节痛或者是屁股痛的情况，用这一招真的特别特别管用。我也是看望闺蜜，然后给大家理解土特产什么呢？带两个尾巴，但是这两个尾巴真的特别管用，因为她最近腰特别特别痛。我说这个真的特别好用，我告诉她，我说你如果你真的腰痛的情况下，幻想自己有一个尾巴，不管是坐姿干什么事情，就自己幻想出来自己有个尾巴，这叫什么方法呢？其实呢，这叫美国研发的一种实验，特别有效改善我们腰椎的这样的一个疼痛的这种一个做法，叫堆叠法。叫做堆叠法，就是幻想自己后边有一个尾巴，跟小动物似的长个尾巴。但是从你的嘴里来说出为什么搞笑？因为那个尾巴还是某些平台卖的一些尾巴，然后叫的多像，就自己。如果你真的幻想不出来，你就先买个假尾巴，先适应个两三天，在自己家的时候，你就做的时候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我把镜头切换。但是大家清楚，这不是搞笑的视频，这是一个管用，真的是一个管用。你用了几天，你就知道你的腰不痛了，腿不抽筋了，然后后背也不疼了，真的特管用。因为你人坐的时候，你会慵散的坐下去，如果没尾巴情况下，你这脊椎啊，包括后背啊，腰痛啊，就会形成。但是你如果自己有个尾巴，你时刻要注意你的尾巴根子，它就不会压着那块，慢慢的，你用个48小时以后，慢慢的调节回来很多，真的特别特别管用啊！这是我自己真实发现的，非常非常管用的。好了，我搬了两个凳子过来了，把爱马仕的凳子搬过来了。然后因为主播的脸实在侧脸太难看了，就不展示侧脸了。就记着，我时刻想着自己长个尾巴，如果自己幻想不出来，就买个假尾巴啊，都能买到。这尾巴多可爱！对，看到没？就往这一坐，时刻注意自己。你看，如果你自己有个尾巴，会这样趴着或者这样的，特别放松，其实很不舒服的。这尾巴就会很挤着尾巴，你肯定坐的时候就会有微微的按着脊椎的斜，微微有向后，就是往前倾一点点，是你脊椎最舒服的状态。慢慢的，你的脊椎就修复回来了，然后你的腰椎这块也都会修复回来。久而久之的，它就相当于给你做一个引证的姿势，所以这样的情况下，慢慢腰也不疼了，脊椎也不疼了。你看我很少有腰疼、脊椎疼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就看小助理这侧面就知道了。你看它这不是有个尾巴吗？你正常靠的情况下，它是肯定有留个空隙了，留空隙你这就有个倾斜了，它是有一个弧度的，所以会对你的颈椎修复啊、脊椎修复啊，还有对你的腰修复是非常好的。学会了没？要随时小心你的尾巴。学没学会我不知道，快学废了是真的。最主要你就一定要幻想自己长个尾巴就可以了，真的会管用的啊！这叫做美国一个实验室堆叠法，堆叠法一定要试一下，真的很管用、啊，缓解我们的这个腰椎疼痛啊，这个感觉特别特别明显。行了，我要卸下来了，因为我还要送给别人了。拜拜。